评论，关注现在，影响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评论，我是主持人秦伟平。今天的话题呢是，当战狼遇上战争，我们该如何爱国？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中国呢有一部电影正在热播，而且呢是创下历史一个记录，那就是，演员导演吴京呢，拍摄了一部影片叫《战狼》，然后事实上这个《战狼》是《战狼》的第二部，应该在两年前大概是《战狼》的第一部。这部片子呢现在取得了一个票房的记录，应该到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应该突破40亿人民币，大概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是一个非常领先很厉害的一个票房的数字了，应该算是取得这个成功。很多社交媒体传出来这个战狼的时候呢，我很想去看一下，因为我在美国嘛，然后美国呢是也有上映，然后我找了很多很多的影院，然后很不理想啊，就是没有在我所在的华盛顿 DC 地区呢，我附近呢没有找到几家影院都没有找到这个《战狼二》的一个排片的计划，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当然网络上是有一些盗版的去出来，我也没有去看这样子。不代表说我对这个片子不太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影评呢，包括一些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传递来的信息呢，所以我在想呢，就《战狼》这个情况，还有现在中国的局势呢，给大家做一期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很遗憾呢，在中国其实有40亿人民币的一个票房，在美国呢，据我查到的数据呢，可能这个票房是非常非常惨淡，惨淡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是低于100万美金，连那个零头都没有，说明这部影片《战狼二》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影片呢，在中国呢其实，在中国受欢迎，在美国其实遭到冷遇啊，大家评价也很低。那因为中国这部片子中国票房高呢，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做了一些关注，我看了一下媒体的报道呢，可能评价确实都是说，是一个爱国主义电影啊，然后动作片的水平也不是很高啊，对不对？跟美国大片比起来差很远啊，这也是为什么呢？在美国可能受到冷遇这样子。那其实，这部片子在国内呢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讨论了。这部片子为什么会那么火爆？那成功的背后，我们从商业角度来说，这部片子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片了。在中国目前来说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一个电影市场，但是呢，整个中国今年的电影市场其实是比较低迷的。然后我也有朋友拍的电影导演，然后可能还在审查的过程中了。他名字我之前可能写文章也介绍了一下，本来拍摄的名字叫《留学》，介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故事，包括一些价值观的冲突的故事，但是在国内市场呢迟迟不能上映。后来说留学这个名字不能用，只能用女主角的英文名字叫 Amy， 所以这部片子可能叫 Amy 的影片呢，如果在中国上映的话呢，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我觉得，看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感触了，就是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故事，然后很真实这样子。说到电影故事真实嘛，对不对？然后有人会觉得说，当然有些批评者认为《战狼二》表现的故事呢并不是很真实，然后讲述的是中国一个退伍的特种兵在非洲，某国吧，然后去协助撤侨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他表现非常英勇，跟那个什么雇佣军啊斗得很厉害，一个人是，像美国大片的一些英雄故事一样，打败了很多雇佣兵，然后成功的去拯救很多中国侨民的故事，那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来说，在中国海外大概有5000万的华人吧，然后也很多是已经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也有些是，旅居在异国他乡了，也算是，在中国官方的表述里面都是爱，就是华侨嘛，对吧？海外华侨，每年春节的联欢晚会说都要向海外华侨致以春节的祝福嘛，好像说是，中国政府啊都没有忘记海外这些华侨，但是熟悉中国整个的历史来说，特别是东南亚的一些侨民，基本上每一家每户都有一个血历史。那影响最厉害的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像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应该是印尼，在东南亚的一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他们对当地的华人发生了一个非常残忍的这种类似于种族大屠杀这样子，很多华人，家庭都会被当地人杀掉，然后当时是，
引起很大的反应呢，大家就希望说中国军队、中国政府呢会出动一些军队也好啊，或者说外交力量啊，去保护这些侨民啊，对不对？那事实上，中国政府当时就是张龙作哑，根本就没有出手去救这些侨民。那甚至说，当时的侨民打出来一个口号，说是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这样子很悲壮的一个口号。因为当时后来可能是美国出手去采取一些措施，这样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历史的案例了，它不代表说所有的海外华人、海外华侨都会遭遇了这种惨状。但是在未来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之中，其实生活在海外的这个5000万的侨民来说，确实是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或者风险，这也是大家的内心为什么说也有一种很脆弱的感觉。我了解到在泰国应该当时也有800万那种华人这样子，但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很好的融入了当地的社会，跟当地的不同的民族呢，然后有通婚，包括语言习俗都有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来说，华人的这种传统的特征保存的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样子。他们也是属于这种就好像自然界那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了，就跟当地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战狼是不是真正的表现说我们中国政府有如此之强大，然后会保护我们海外的这个侨民？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算是海外华侨吧，虽然是持有中国国籍、中国护照但是我觉得我有可以有一点发言权。我就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现在做的是远远不够。特别是海外华人如果去中国领事馆、驻外领事馆去办一些事情的话，很多人应该都有很多很多很多感触的。根本就这种中国的外交使领馆在服务海外华人，包括中国像海外旅游啦、商务的这些华人里面，这种服务意识是非常非常之差，然后服务态度也不好，办事也效率也很低。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严厉的一个批评，希望他们呢可以更好的端正态度，更好的服务真的是海内外的这种侨民是为大家服务，而不是说来管理这些人的这样子在这里要表一个态因为国内很多很多观众或者说国内的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说海外生活的经历、海外旅游的经历，然后对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这种感知感受确实是比较欠缺一点并不知道真实的一个状况。包括这个节目里面给出来这种中国这种退伍的特种兵叫冷锋嘛，也就是吴京主演这个角色非常厉害，然后很能打，然后这种爱国主义积雪打的是澎湃高昂，然后大家都希望说这个中国强大了，我们都有保证了，有保障了。甚至说在节目的那个影片的最后露出了一个中国的护照，还说得很夸张，是不是说我们要记住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在保护我们事实上这个来说，如果有人去国外旅游的话呢，拿着中国护照去签证的话呢，你会知道说我们中国护照含金量、中国护照的影响力跟我们实际的国家的综合国力跟中国的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来说，我觉得是完全不匹配中国呢世界上应该是现在是 GDP 第二大国，确实也是对世界经济也做了很大贡献影响力也很大。但是中国护照说实话也有人批评说是一个很垃圾的护照。一方面来说，中国出门出行很不方便，很多国家有非常严苛的这种签证制度，很多人想出去都非常难，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才能拿到签证不像说我们就拿附近的来说好了，像台湾的护照呢，它可以很多地方都免签免签国家到100多个，中国可能都有几十个，可能大多数是非洲那些国家给中国免签。那大家都知道一个笑话了，对不对？比如说台湾的护照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去旅游，那中国拿着中国护照去免签的地方很多都去探险那个吴京这个片子战狼就是非洲就是在探险了。我们节目也之前讲过一些什么委内瑞拉南非的这些状况生活在那里人可能感受会更多了有时候是生活，有时候就是探险治安可能也不是很好状况也会不断
那中国政府呢，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强大去做那么，真的是为海外华侨做那么的贡献？我希望他有更好的表现，借着这个战狼和东风，对吧？做一个舆论的宣传也好，对不对？但是呢，不能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就失真了嘛，只会伤这些海外侨胞的这种心呢，对不对？大家想一下，你是怎么弄的，是不是？当然，战狼除了票房这个厉害之外，然后中国的这种，当然现在用了一些特技特效啊，都可以学了，都可以模仿嘛，这些技术上都没有问题啊。包括中国现在影片的投资，也都是大手笔啊。我希望说，或者说我们看到说这方面跟西方影片、好莱坞影片的差距呢，可能会在缩小。但是从编剧，对不对？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差距还是很大的，还是欠缺很多人才。那一方面是人才欠缺，第二个我们也批评的比较多的这种监管的措施，对不对？这种审查的措施，这种官方的审查还有自我审查，对不对？太多了，会扼杀很多电影工作者的这种创造力。我相信这一点，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不管是导演啊、编剧啊，还是说演员啊，我觉得应该可能自己都有或多或少的感触的。那当然，我更愿意说吴京这个《战狼》是一个商业片，对不对？而不是真的是一个爱国主义片。你如果真的说是爱国主义片的话呢，也可以了，因为确实他借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啊、这样一个契机了，然后中国人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是高涨的一个时候，然后大家都去影院看这部片子，然后个人嘛可能受到一些鼓励鼓舞，那对国家来说好像说啊，大家这种爱国主义情节啊都得到很好的一个释放，是吧？成功的商业片，成功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片，同期的中国政府也出了很多这种爱国主义片、爱国主义题材的，什么建党大业、建军大业，其实票房都是比较惨淡的。那也有人批评说啊，吴京这个片子拍得很爱国，但是他自己持了什么香港的护照啊，然后太太什么英国的护照啊，小孩是哪里的护照啊，就在批评。其实说实话，我个人不是很赞同这种批评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你持有中国护照不代表说你就真的很爱国，你持有美国护照或者外国护照，你不一定说你不热爱中国，特别是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其实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中国人都有这种寻根的文化，每个海外华人我相信内心深处都是热爱中国的，他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更强大，是不是？毕竟是母国嘛，对吧？哪怕是加入了外国国籍，这种情感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来说都有这种朴素的情感，海外华人也真的希望说中国变得更好更强大。但是呢，这种更好更强大它也体现在生活的这种细微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你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怎么样，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这种，对不对？霸道式的崛起，还是说真的是和睦相处，是不是文明友爱友善的这种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里差别很大。这里面我希望说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中国他也希望说中国人，对不对？不光说现在经济腾飞30几年，经济总量在增长，然后中国人现在出手在海外也是买，对不对？企业层面到处收购企业，那个私人层面中国海外旅游确实是节节高涨，然后在海外啊也是大手笔的去采购啊，去买东西啊，然后让很多国家觉得中国游客是一个商机啊，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游客的很多形象可能也会被批评啊，这种不遵守当地的这种风俗习惯啊、法律法规啊，甚至一些基本的一些旅客的素质，不讲文明、不讲礼貌啊，对不对？这些可能都被诟病啊。如果随便看看网络上的信息也好，或者自己有这种旅游的经历也好，可能都会比较容易发现啊，中国人都是比较脆弱和敏感的。总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啊，其实真的不是瞧不起他，人都要自尊，别人才尊重你嘛。我讲一个我身边的案例好了，一个中国的旅行团，大概是今年几月份，来美国旅行，然后他们在餐厅里面吃饭呢，就讲话很大声嘛。那知道其实美国这种公共场所，大家都会比较照顾别人的感受，讲话大声肯定不好。那个服务员呢，就过去提醒这帮旅行社的旅行团，然后说教育大家呢，就是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影响到别的旅客。那别的旅客吃饭声音可能都不大，尽量不会影响到对方嘛。那在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
买单的时候呢，这帮旅行团的人呢，他就中国旅行团的人呢，就一分钱小费都没有给，在美国吃饭呢，必须要给15%或者18%以上的小费，这是正常的一个收费嘛。然后一分钱小费都没给，而且他的小费在那个付费单子上写了一段话，段意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强大了，不会被别人瞧不起，我为什么不能大声说话？好像别人在看不起他，其实真的不是说因为，你是中国人看不起你，而是因为说你不遵守，对不对？一个基本的公共道德，对吧？你去影响别人的生活，影响别人，那可能是才会别人看不起。就像这件事发生之后，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家服务员礼貌的提醒你，你反而在这种自尊心的这种好像受刺激的，然后一分钱小费不给，就变成一个笑话。那这件事呢，只是在华人社区里面流传，并没有传到这种主流社会。如果再被美国主流社会媒体报道一下，我觉得对中国人的形象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样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真的强大了。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应该如何强大，应该如何崛起。更何况说，中国国内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是不愿意去面对，还是不愿意去承认，对吗？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加剧，对吗？然后，我们离一个公平、正义、民主的社会、法治的社会啊，差距还很远。并不是说一部《战狼》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可能能激发我们的一个爱国的心，对不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这种状况啊，对不对？我在前几期节目也讲到说，印度啊，跟印度有这种爆发边境冲突的危险啊，习近平也有可能会出兵朝鲜啊，是不是？现在甚至还有消息说，不对，习近平既不会打印度，也不会打朝鲜，他的目标是台湾，啊，他要建功立业，要标炳中华历史史册，他要拿下台湾，对不对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什么证明说啊，当时是在朱日和。7月30日，在那个朱日和内蒙古大阅兵的时候，有个假想敌，就好像说是台湾的一个总统府这样子，那些建筑很像，啊，他目标是台湾，啊，我在想一个问题：当《战狼》啊这部电影遇到这个中国如果真实的战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爱国？谁会挺身而出？那我们这些付费去购买这个电影票《战狼》电影票的人，是不是都会说？全力去支持国家去发动战争，然后维护主权、领土、尊严的完整，特别是尊严。我们讲到说，印度已经进入中国境内，大概现在是2-3个月了，对吗？中国政府说有57次抗议，外交部说抗议，他们非法进入中国领土，但是没有行动，迟迟没有行动，连那种小规模的这种边境的冲突都没有爆发。啊，还是让人家在我们那个国境线内待那么久，啊，我听起来是匪夷所思了。虽然我不希望中国爆发这种无谓的战争，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强硬一点，对吧？你既然有理有据，你应该表现得更强硬一点。这个国境线，这个领土的完整是可以商量的事情吗？不可以吧？是抗议能解决的吗？不可以吧？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这些人真的爱国的话，你可以去游行。去抗议中国政府，抗议外交部的软弱，对吧？抗议中国军队不作为好了。我鼓励大家看完那个《战狼》电影就上街去游行去抗议，对吧？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不好？这是你们的权利嘛，对吧？你既然国家这么强大，这么有 power， 这么厉害，现在人家在你的国境线里待了那么久，非法入境，你看看《战狼一》就很好笑。《战狼》这部电影，说实话，我以前根本就没有留意到过。然后因为《战狼二》的关系，我在网上呢，看了《战狼一》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当然也是一部爱国主义影片了。然后也是讲中国特种兵多厉害多厉害。事实上，从《战狼一》我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啊，所谓的战狼是中国陆军里面特种兵中的特种兵，应该竞争力、战斗力非常非常强。但是在《战狼一》第一部的这部影片里面，有几个那个中国可能西南边境这些雇佣。贩毒分子的雇佣军，他非法的进入中国境内，他可以杀掉几个特种兵，然后中国特种兵是他几倍的兵力，可能是几倍的兵力去抓他们，甚至更多的装备去抓他们都没有抓到，
然后最后发生很大代价，牺牲很多人才把那个所谓的头目抓到，还有一个人逃到境外去了，这样一件事情。你从一个角度来说，说中国特种兵很英勇啊，对不对，很厉害啊，那事实上我看到是中国特种兵说实话表现是非常菜鸟，去演习都不是实弹演习，碰到人家那个雇佣兵打也打不过人家，我们伤亡还更重，虽然最后是不怕死的精神啊，表现了主人翁那个冷风啊，拼死拼活的把那个雇佣兵的头目也是抓住了，对不对，也杀掉了，好像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但事实上这种代价太大了。我个人理解中国实际的特种兵战斗力应该是比影片里面表现的更强才是才对，对不对，中国14亿人呢，特种兵中的特种兵应该战斗力是非常强的，个人作战能力完全不会输于美国特种兵的，对不对，也更不会输于这些什么雇佣兵。可能我们在装备上面，这种高科技的装备上面，说实话可能跟比美国可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个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差距应该不是很大，是不是，但是如果说爱国这个话题，战争这个话题，并不是说你个人作战能力就能解决的，是不是，这个就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了。从高层到高一线，对不对，这种实际的作战差别很大很大。那我们说中国人说爱国，我们在热爱这个国家，你除了看战狼之外，你应该怎么样去爱这个国家，是不是，当这个国家发生很多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在沉默默不作声，这是爱国吗？当这个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你们都那个，特别是一些高官都把老婆小孩放在国外，放在西方国家做裸官，这是爱国吗？当那些跟官员有密切关系的这些企业家通过政商勾结赚取了很多老百姓的血汗钱，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现在上千亿的钱都往境外转移，这是爱国吗？这想想真是很搞笑，对不对？如果这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都不爱国，都在悄悄的准备退路的时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这些草根都在拼命的去看这些战狼跟打鸡血一样，这种真的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在接下来的半年内，中国可能会面临这种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我预测说出兵攻打朝鲜，他可能在19大之前，也可能在19大之后，当然最终的决策是看习近平，并不是看我只是提供一种观察和预测，但是这种风险会非常大。最主要一个出发点在转移中国的社会矛盾，当然如果中国爆发战争的时候，这些爱国者你会怎么做？你会上前线吗？你会踊跃参军吗？还是说你踊跃捐款支持国家？最不济说你可以，中国政府现在非常缺钱，他发行国债的时候你多去排队去踊跃的去购买中国的国债，你这真的爱国，而不是说这种虚幻的情感、虚幻的故事、虚构的故事来满足一下自己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的宣泄。我希望每个观看《战狼》的人，每个中国公众的都可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其实都非常热爱国家，你应该怎么样去爱国？我之前提到过一期节目，讲到我们真正的爱国或者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应该踏踏实实的把我们工作做好，做企业的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好，对不对？这其实就是非常热爱国家。另外还有纳税，尽公民的纳税义务，这就是爱国。然后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利，应有的权利，也是爱国。我们都希望是国家变得更好更强大。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他不会在他护照背后再说有国家在保护你，因为他会落实到每一个现实的过程中。我们前段时间那个恐怖组织叫 ISIS 伊斯兰国，对不对，绑架了两位中国的传教士，然后残忍的把他们杀害了。我们强大的国家在哪里？他们持有中国护照，中国政府有去营救他们吗？
我没有看到。这种案例其实非常非常多。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是由我们纳税人管理的国家，真正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的官员是由我们老百姓选出来的国家，我相信这样的政府他对公众的利益他一定不会置之不理，他可以做得更好。我也期待说我们的国家呢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个表现，也有更积极的转变，包括我所预设的中国危机路线图，在这些危机爆发的各个阶段都有更好的表现，而不是说那些权贵利益集团他可以率先撤退，把救生艇拿好自己跑掉，留个烂摊子给老百姓去承受，让大家去买单。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特别评论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你可以无动于衷，但不可以装作看不到和听不见。用力拨开资本迷雾，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冷眼观察政治博弈，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评论，关注现在，影响未来。